哇，这下这戏送的可大了。各位不要太开心啊，因为之后还凑不凑得到我是不知道了。也水晶上杆呢，还是新角色出来可能几率超级难吧。其实这次我不知道我没有，但是我个人觉得啊，不至于打下来。真布啊，真布也可以给我吗？重点是我们不知道真布强不强，而且真布是不是？哎，夏日版的真布哎，怎么没有印象啊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强不强，因为他进来一定会有排名榜。我先参考一下他强不强，再看看要不要。但是每天都有十连抽啦，免费的。欸，这边像出现了新怪。蛮像新怪的。你看到吗？帅！欸，猴子蝙蝠，哼，长得像猴子，长得像蝙蝠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影片到这里啦。主要是主线啦，主线赶快赶一赶，然后 PP 哦，就免了吧。比较强调主线，个人觉得，因为我刚才也不是有时间抽给你们看，其实就已经够了。现在比较想赶快解开那个可以扫荡的装备啊，我体力得靠一下，还是都不能扫啊。